每天早晨从6点开始，俺家卫生间就爆满，一个接一个往里进。想要排号，你就得早点洗。行，OK，你站好。你站也行。站直就行。不怕给吗？咱家以后再换房子，一定要等两个卫生间。咱们早上从6点开始。好的。等啥两个卫生间？给我看地址。你看看。哎呀妈！今天就是。今天早上喝点牛肉汤。这昨天晚上给他整上的，他没喝多点，主要吃小龙虾了。早晨就一个小泡菜跟个牛肉汤，还有点剩饭，吃点热乎的汤饭吧。饭给你盛完了。你怎么盛我位置呢？盛完饭了给你。这个呀，那能够误会的肉。哎，你是真的要不早些一口饭不吃，要吃就真多吃。不吃着急。6点半就走，你都7点多到工地，你7点半走，我走道就20分钟。爬着走的，不走道啊，边走边看呢。我走多远呢？我走到那个那哪儿那头，就夜市那边呗。红绿灯夜市那边。干啥？他天天奔那，我不告诉他奔那边走。你告诉他从那绕下去就行。绕啥绕？那老头就在那等呢，我也走那等。这啥汤？牛肉汤。你给他整点那个素肉，他不爱吃那个筋头大脑啥的。筋头大脑多好啊，漂白。生肉，来。哥，以前中午还吃牛肉汤饭吗？是，那小胖子肉不吃了，我吃米肠。天天汤饭也够呛啊。你没事换了。那小胖子不吃。那块大肥肉呢？你到底要瘦肉还肥肉？肥，啥说瘦了？小叔，你咋这么贪吃呢？不是，老弟，你为啥盛那么大勺都放嘴里啊？我家有这勺，你能不能放点？几勺就吃完了，你蘸点墨呢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宝宝。那吃不去。细嚼慢咽，那叫狼吞虎咽。这来发酵了，老弟，什么情况呢？昨晚没吃饭，今早把昨晚饭补上了，这是？饿了。那昨晚可不真没吃饭呢。昨晚真没吃，光吃菜呢吗？不行吗？这菜不行吗？吃完过后就完了，饿。那我2点钟我就醒了，饿醒了。哎呀，我去！越说越猛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喝汤还不让吗？不是让，我怕你吃坏了。那干啥得有度，知道吧？干啥都得有度。要干活干累上了，就是干不动的时候，那就提前就不能干了，知道不是？然后喝酒喝差不多了，就不能喝了。吃饭吃差不多了，也不能吃了。你早上吃太多了。对呀。就2小碗，不到2小碗，就喝粥喝2碗就完事儿。叫啥呀？今天他们仨一起走。